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超越天峰》。做股票其实有很多方法，你把方法找到了以后，其实做就不难。很多就是一个复制、复制、复制再复制。我我想真的，比如你明明看到这张图表叫红海，就像我刚刚我在一点盘中讲，他打底打了那么久是为什么？为了只到一百一十七块五毛，让各位解套吗？ 当然不是、啊，可是很多观众朋友因为没有学过技术分析，你就可以眼睁睁的看一百一十七块五毛的红海涨了八十五趴，因为你也再也买不回来。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倡导？当然我在我在电视演讲会，我一直要教各位一些技术分析，也不要说教了，大家互相交流就好了。就是怕你说明明买对的股票。 就在那个临界点的时候，你把它卖掉了。你你你再看一次。为什么叫临界点？因为它明明就是组了一个那么漂亮的底部形态，有五十周出现黄金交叉，你干嘛要卖呢？啊，所以啊，有没有类似这种的股票？其实我最近一直有在谈这张股票，叫中鼎。当然现在没有涨，还没有完全涨上来。你们你们看日线上看不看不大懂，你们觉得？ 没什么，哦，这个这个它日线，那这几天大跌它也不会跌，可是你看月 K 线的时候，你会你会赫然发现很有味道，什么样的味道？它跟它跟红海有没有很像的地方？我请问你，它是 K D 指标是不是在五十轴勾上来？然后它是不是又是一个底部形态？ 其实你们、你、你们、你们有时候一种观念要想，最近在涨什么都是涨跟电有关系的股票。你们真的要去好好想一下，昨天只要所有能源的股票都在涨，今天所有太阳能的股票每一档都在涨，就代表说电力的需求是我们要重视到的、啊。那电力的需求有分开源有分节流，那没有办法。 那我觉得节流部分的话，我最看好是中电。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你你要看一下整个 LED 的一个架构。我给各位看一下 LED 的整个架构。LED 的整个架构来讲的话，最强的叫做一拳。你不要小看一拳哦，它涨了多少了？没有？没有。哎，它还在涨，一再涨。从今年的四十一块多涨到现在，这叫 LED。 做导线价的一群，你说如果说做导线价的一群这样涨，我请问你 LED 的股票能不动吗？我再给你看一下，这个股票，我昨天也讲，没以前没有人注意到，一涨就两根涨停板。你说我没有我没有批评好或坏，也还没有开始获利，可是啪啪啪一下就两根。 这也是 LED 的，我没有叫你买去买了，我只让你知道说，有时候一个想法，你们要不要，要不要去想想看，为什么，储能完以后要做太阳能？那太阳能完以后以后要涨什么？这这个这个都是有一种 temple 的。我再给你看一下易光，你自己看一看易光，从今年四十七块一路涨到八十块，不知不觉这样涨了，你们都没有注意到。 它也是 L E D 的代表嘛，对不对？你你有也可以的话，再看一下惠特，惠特也是我们当时送资料给各位的惠特。我不知道，对，你看一下惠特，你不知不觉你看也涨那么多了。它是做 L E D 的这个前面设备，所以当这一些都有在涨的情况下，我才会说。 你们特别要留意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没有，还没有，还没有正式在发动呢，因为那底打的有够漂亮啊！我不是我只我我只是把我的意念跟你讲，因为不管你刚刚有看到的，其实我讲实话了，你说一拳涨到一百三十八，对不对？没有赚钱啊！<laughs> 我讲真的嘛，哦，会对，我当时有报你们没有错啊，那真的也还没赚钱，以后会赚钱的。 啊，你说啊，这个李周，呃、哦，涨了两根涨停板，你們好棒啊！你自己看，也没赚钱。那这些没有赚钱的都可以涨那么多，那我才会说，那有赚钱的公司是不是要给它分数高一点？你们说二有赚钱的公司才在二十几块，那有一些没有赚钱的公司都可以到了一百三十八块，也可以到一百一十几块的，那都是做 LED 的。 大小汉有差那么多吗？各位，你你们真的有时候最后还是要回归叫做基本面。我可以提供各位技术分析的想法，可是最后还是要回归基本面。你慢慢你就会知道了啊，我们慢慢看下去嘛。那今天表现也不差，我蛮看好他的。你你我我我今天我刚刚在连线我也讲了，如果 LED 要涨，那连续六年获得台湾照明第一名的公司要不要涨？ 你们去想这问题去啊！而且我讲直白点，现在不是缺电嘛？人家公司刚好有个店叫中电呵呵，那开玩笑的啊！现在多少人在看我节目？两百八，两百八，慢慢来不急。啊，所以我才会讲说一样这种现行。我当时我看到就是，当我今天想起来，你们那么辛苦，当时我知道最红海最低的时候来到九十四块钱。 当然以将心比心，如果说买在一百一十几块的，掉到九十四块，好不容易反弹到一七一点五了，会很想卖。可是这是错的，为什么？我为什么会，在股动前朝盘中直接跟你讲，这里是要起涨的开始，而且我还讲，回答点石成金。你你想这个道理就好了，这一波涨上来。 从一百一十七块五嘛，5啪啪啪啪啪涨到一百六十一块五嘛，又跌了二十块回来，一般人会受不了了。哇，一六一跌了二十块钱，剩一四一，要赶快卖。我却跟你讲，这里背离要买。你说技术分析是不是？有时候觉得技术分析就是克服你人性的弱点。你想卖的时候，是我最想买的时候。那一百四十一块买的。 节目中也讲，啊，一口气又涨到一百八十六，来到一百八十六，又跌了二十四块钱，来到一七月五月三十一号那天，你们又觉得，哎呦，红海一八六跌了二十四块钱，你要不要赶快出？我先跟各位讲，要站在买房。我告诉你，懂技术分析跟不懂技术分析差别就在这里。 你们想卖的时候，我想买。哎，我买一七二，后来又套到一七一，赔了一块钱，太棒了，再给我加嘛？为什么又出现背离？结果呢，他就一路不回头，最高涨到了三月十二号买的，涨八十五趴；四月十六号一四一买的，涨了五十四趴。 五月三号倒行买一五六涨三十九帕，就算是五月三十一号一百七十二买，也涨了二十六点五帕。你们觉得结结束了没有？没有，为什么？你有收看节目，你都很清楚，没有人会这样解盘。我在六月二十四号跟你讲，两百一到两百一十一的向下缺口会回补，而且我当天跟各位讲，六十分 K 现在低档，只要勾上来，又是另外一个买点。 你们敢不敢买？我不知道，我已经讲了啊、嗯，所以我说我不是在做节目，我只让你知道说，其实红海还真的是强，台积电都有一点要休息红海真的是强，好不好？还是真的很强，我不会在乎说最后尾盘怎么样，反正今天跌八十点，它还是给我涨，好不好？这就是我我我要让我要表达的就是，你买一张股票，你可以长报。 如果你没有时间，你可以长报；你如果稍微懂得技术分析的，你还可以来回操作。这个这个，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这样。你如果那一天敢买在两百零一的，你最起码又赚了十四块多。那当然常线的还是爆了。包安这种 t B k 也是啊，我是觉得以前洪家军里面 t B k 真的是很委屈，我说不上来，我就觉得他太委屈。以后你们会知道，这种底部的股票。 我现在怎么讲也都没有用啊！今天盘中一度我拉高，因为 T，因为整个洪家军的股票，像今天广宇也有动了啊、哦，那真鼎也有在动，它在轮讯星 KY 也有在动，它轮来轮去。可是你如果真的真的问我说，如果说以以郭明琴先生他的评估是对的，未来的二零二五年开始要量产的折叠的手机。 最大的赢家会是三六七三的 TPK，我看法不变，因为的确它有这个技术叫做纳米银的技术。那如果这技术是采用它的，那它成为最盈利是最大的赢家。而且我们一般讲除能、除能、除能，就像我之前讲的，你看昨天洪德洪德能源就、哦、拉了涨停板，啊，四电也蛮强的。 那宏德能源跟四电啊，跟 T P K 成红三家一起合作，除能国家队打进世界杯啊！你不觉得有时候就奶牛的？我们三家一起合作，结果你们的股价净值比一个三倍，一个四倍，我只有零点四级，你不觉得很好玩吗？所以其实有时候做股票，我会有一些比较分析，我觉得。 时间会证明一切，好不好？时间会证明一切。你们也许说现在说也还没有大涨啊，没有大涨，你慢慢看嘛，你慢慢看下去嘛，哈、哦。我觉得曾经的曾经啊、哦，你自己我我放大一点，你自己看，曾经的股后是九百八十二，你们那时候敢买九百八十多的，那现在四十几块不敢买。然后每个人都说我要注重基本面，我问你一个价值、啊。 你一零一的房价假设三百万，旁边呢、喔、就在一零一旁边只卖一百五十万，你会不会连夜去买？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想，会好。那你明天你就进去买，你敢不敢买？净值九十五块，有赚钱的公司。哎呦，我再看看，你慢慢看有时候其实东西都是一套的，可是为什么用在股票身上的时候，你们有时候就会？ 我也不知道，你慢慢看，股价净值比只有零点四二而已，有够可怜的。这叫洪家军，啊，你慢慢看没关系。如果有一天他回到净值的时候，你谢谢我就好了，我也算出了一口气，好吗？因为之前低于净值的股票有太多，我的代表作了。我记得那时候蓝天也好了，正威也好，你们都已经也见识过了，我也不再赘述了，啊。 那你说，这档汉泉，我很看好，他跟台达电的关系也密切，他是 G B 两百里面，我觉得如果说以第一季获利已经有一块多的，我觉得股价不应该这的，而且它下降压力线已经过了，第一季又赚一点零五，我可以跟你讲了，有很多没有赚钱的 G B 两百概念股都大好几百块 何况它是赚钱的，长期下降压力线也过了、嗯，哦，当然你今天今天是有稍微回了一些，不过我觉得如果依照我做股票股股票的方式，我反而是希望什么有有,有,有最好有回，我还怕你不回，我看一下啊嗯，嗯嗯，你最好有回，回最好，你最好有回，你看啊，啊今天有打下来啊，啊你们也不敢买啊。 这人类的通病没办法，你再好的股票你都要去追高，你拉回你不敢买。那你说这种位阶是高吗？这才刚刚突破下降压力线，位阶一点都不高。你要是看我的趋势指标，你更清楚，有够漂亮。我们要买股票要买什么股票？就是买突破下降压力线的股票了，或者突破颈线了。 其实严格说起来，它这条颈线应该也算过了。我画给你看一下，应该也算，应该也要算过了。这样看得懂吗？那你如果那条线过了以后开始走一比一，你怎么去买？你拿尺去量一下，一比一上来，要再涨五十块钱。 六十几块股票，如果要再涨个五十块钱，是是是，是会到多少钱？你说他有没有这个实力？我说有啊，为什么？那、啊、去年才赚了二点七六，第一季就赚一点零五了，你觉得他有没有这个机会呢？这就是考验各位，有时候你选股票完以后，你们要的是什么？你看看台达电，台达电到哪个位阶的？ 哎、欸，台大电多少？我忘记了，你查一下。那广宇今天也有涨，今天广宇今天也有涨，打错了，对，今今广宇有也也开始在拉了哦。二三零八，哦，二三零八，谢谢导播，真的很用心、哦、你看台大电在哪里？在天上。你有时候做股票，你们都没有一个所谓的联想力。 台达电已經,已经、已经、已经、已经到哪里？到天上去了、欸！台达电已经到天上去了，你们听得懂吗？所谓到天上去是，是它已经创历史新高了，你知道吗？创创历史新高了，各位观众们，它在昨天的时候，台达电就就已经创历史新高了，历史新高，你知道吗？ 就是你要在更高又变成历史新高了，所以当台大电创历史新高，它是它的供应链，它又又是红海集团概念股，又是苹果概念股。最近在美国最夯的不是 M A D 啊，是苹果按讚。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知识一点一点累积，创造财富，创造奇迹。 你们自己去看呢、啊，我也不用讲那么多了，因为我反正我也不用盖牌什么的，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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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的理念跟你讲，它是 G B 两百、啊，那台达电都已经创历史新高了，红海最近又那么强，它本身跟红红红红红家军有关，啊又，又又又又又是台达电的供应商，啊，又是瓶盖股，那你还要我讲什么？<laughs> 啊，你看一下就这样，看看就这样。啊，这一档也要讲一下，因为我觉得它整理已经结束，叫瑞轩。我们上一波跟各位报告瑞轩的时候，我说它是一个月 K 线大底的股票，你要特别留意，因为太我觉得赚零点七七，那时候股净比又低。那我讲完又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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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速的涨了四十六点八八。那为什么我现在我又要跟各位报告它？ 因为我觉得又要开始，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啊，股票有时候要等，你知道吗？嗯，我我在等什么？上一波这样涨，啊、嗯，涨到这个位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 讲完了，你听得懂你就听得懂，你听不懂我也没办法。我记得我在线上演讲会的时候，我讲一个很漂亮的数据，叫做前面一个数字加后面一个数字会等于后面一个新的数字，再把后面那个数字跟前面的数字加起来，又得到后面一个数字，这个就叫做费氏时间波。费氏时间波。 明明就是注定要在股市里面存在的，因为它的数学排列是这样的：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一等于三，3, 那二加三等于五，三加五等于八，八加五等于十三，十三加八等于二十一，十三加八了嘛？等于二十一，十三加二十一等于三十四。34, 二十一加三十四等于五十五，三十四加五十五等于八十九，五十五加八十九等于一百四十四。所以念快一点就是一一二三五八十三二十一三十四五十五八十九一百四十四的叫费氏时间数列。那这个一百四十四的时间数列，也就是艾略特波浪理论的二十一十三二十一十三二十一十三的五浪的上涨，还有回档波的二十一十三二十一，加起来刚好是一百四十四波。 上涨八十九波，回档五十五波，所以你说这个数字神不神奇？当艾略特他发现了波浪理论的时候，我同时也在数学里面看到了，原来艾略特波浪理论就是费氏时间周期。那费氏时间周期更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方，你有没有想过，你用八十九去除以一百四十四，得到的答案居然是零点六一八？ 你用五十五去除以一百四十四，得到的答案居居然是零点三八二。我们常常在讲这个黄金切割率，叫零点一九一、零点三八二、零点五、零点六一八、零点八零九到一。为什么又跟时间数列、跟艾略特坦波浪理论又是同一个东西？这些神秘的数列一直在我们的股市里面不断的演变，可能借由我来发扬光大吧。 我不知道我今天讲的有多少人听得懂，现在有多少人在看？啊？五百，五百哈，有到五百哈。今天我会送各位一档股票在赖里面，谢谢。我希望你们听得懂我在讲什么。那你问我说为什么我今天要讲瑞轩？我讲答案呢。这个会不会是高点？为什么？ 对，好了，报告完毕。好，你们信不信就以后来见真章嘛？啊，所以我觉得我的做法就是这样：曾经有股票涨过了，我们先摆在一边，我们先等嘛，等来验证说我的技术分析量价不会同时到底，是不是又对了？如果又对了，你们帮我拍拍手就好了，好不好？因为技术分析本来就是一种循环、循环、循环嘛。你像这个讯州。 我当时在讲的时候，你们也不在意、啊、你知不知道，从五月十三号，当时讲信州十六块二，没有一个人讲。当时这个量，你们也觉得不会过，我觉得会过。为什么？因为量价不会同时到顶。然后又出现了股价创低，二次黄金交叉，往上位置低档背离五十周出现黄金交叉，均线纠结。我直接在电视节目中直接跟你公开，这叫做股动前导下午一点的节目。 各位，你知道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发生，到今天的高点，五月十三号跟各位报告，到今天六月二十七号，整整过了六个礼拜，它涨了八十八趴。你说神不神奇？不用掌声鼓励了，因为这是应该的。我只是把技术分析，很多人很想学，我我知道很多人很愿意花钱去买一套软体啊来学技术分析。 可是你们学不到那种真正的精华，因为你没办法克服你人性中真正买点来临的那种，你们做不到。因为只要股票一下跌，你就想卖，哪怕是给你一个全世界最棒的暖体，他一直哔哔哔哔哔买进买进买，哦不要不要不要，股票在大跌大跌跌，不不不买。你们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全世界最好的难题给你也没有用，因为你执行不了，你克服不了那种纪律。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能成为分析师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在礼拜一的时候，那时候重挫，礼拜二又跌下来，我坚守我的原则，六十分 K 线出现黄金交叉，一定买给你看。那叫红海，那叫台积电，真的母以子贵。 啊，什么叫母以子贵？你慢慢就会去了解，为什么那么多股票涨上来了。就是因为他妈妈很太厉害了，所以母以子贵。所罗门也是，正威也是，信州也是，有没有类似这种股票？一定有的啊！我我会在适当的时机啊，再跟各位讲有没有哪一些母以子贵的，其实蛮多的了啊。 包含这个合意，昨天也是，但是我不要追的了啦，真的不要追，因为今天拉太高了，不要追。它也是母以子贵的，啊，但是我觉得能源股可能会先休息一下，所以短线上这个涨幅也那么多，昨天涨停板，今天一看，哇、哦，差一点又要涨停了，就不追了。啊，我我做事就是，那你说有没有背离的？有啊，我到时候一翻两电眼给你看，你你就大笑三声嘛，好吧？我今天公布这一档，好不好？ 想要知道除能发动了还有谁？我今天公布这一档，哦，超过五百位了嘛，对不对？哈，我今天会在赖里面写这一档，好不好？让你们参考一下，因为我觉得我谢谢你们从演讲会一路这样支持我。唯有面对股票的问题，才能迎接真正未来的财富。哈，我拒绝诈骗，不要用我的肖像到处去去。你只有认命，我，你不确定，请你拨二五二三一九八八或者。 小老鼠过的188加入我的啊，赖、哦、加入我的，今天我会让你看到这堂股票，一定要加入赖才看得到。谢谢各位，我们明天继续加油，谢谢。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表家证券无不当真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